还有一些利好消息，对于消博会现场有购买需求的个人消费者来说，在消博会上买东西不会占用每个人离岛免税的10万元额度。此外，5月10号，消博会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，开放日门票每张售价20元，目前5万张门票已经全部售出。展会现场不设售票点，组委会表示，因为展馆容量所限，确实难以满足所有公众的购票需求，恳请大家予以理解。消博会将年年办下去，一届办得比一届更精彩，未来社会公众一定会有更多的观展机会。